上说你有个印象，他就是在市政报上被人家掌握在炸，没有，这就一个印象。如果今天他们愿意，例行造型啊。好，那么我们就宣布我们今天的一个党团的协商会议。那么今天党团召集协商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研商第九届第五会期开议日相关的事宜。那本来大家都有默契啊，各党团都有默契，要在2月27日啊，就是明天开议。因为我们的职权行使法有规定，2月份的最后一天之前一定要进行开议，所以我们因为上个会期比较慢结束，所以我们开日就选择在2月27，就是明天啊。那后天就放假，所以除了明天之外，我们也没有其他选择了啦啊，所以开日务必一定要在明天了啊。那是不是要循过去的例子啊？我们在党团协商在上个会期有一个协商的方向啊的文字啊，那能不能这个文字上一次我们协商结论那个文字再给大家看一下，如果大家同意我们大家就签一签啊，那明天就进行这个整个这一个会期会议的一个进行啊，所以特别召开今天的党团的协商会议啊，那个营业一下给各党团看一下内容啊，嘿，那在给大家看内容之前，我们还是行律啊，请各党团这个表示意见。那首先我们请民进党党团。院长，各位委员同仁，有关今天的草案协商，我想大家很清楚是延续的那我们在1月30号下午有一个草案协商，那今天的协商内容事实上不只有明天开议的问题啦，另外还有关于五二一次会，另外有关于程序委员会组成以及明天的施政报告的人数及顺序等等问题，所以这整有关立法院我们开议开始说一个很基本的运作的运作的问题那上次曹海翔1月30号曹海翔后来我虽然时代上没有来，他们也同意，亲民党也同意嘛那国民党本来有郑明忠有签名，后来又划掉，所以今天只能在这个地方只是拜托国民党刚才有跟林德武委员私下拜托，就是说这个是立法院明天就要开始了在这个地方我们心里头大概买哦量啦大家买哦量啦，明仔就先开始看明天仔还是我知道明天开始就总是选嘛，明天仔你们要是怎么样，我们没有办法预测，也不必预测啦，这至少程序性的问题要让它如期展开以上拜托来我们请李委员。好，谢谢院长几位总召也跟大家报告，其实国民党是最重视议事规则，也最遵守议事规则但是就是说上次我们是没有签，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也担心就是说这段期间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变数对于院长施政报告的内容我们要不要再去做一些讨论。那当然非常遗憾的是在过年期间也发生了地震的事情，昨天夜里又发生了那在这一段期间当然又发生了一些包括我们2月份也又再次出现我们这一次用电的一些警讯在那我认为这跟这个会期
包括社福未还要处理后续的空屋法，那包括教文要同意核二厂的一些专案报告，其实我都认为息息相关。虽然经济部部长、沈部长一再的强调说，哎，他要全力的让今年夏天不会有供电的问题，但是人民的信心、民生用电的信心跟产业电用电的信心，是不是诚如沈部长他的保证？是不是他讲保证就有用？所以因此我也认为。在这几件事情上，包括昨天这两天大家都媒体看到，连个卫生纸大家都要抢购哦，所以我觉得这几件事情都是人民感受非常深的。哦、我觉得有必要请赖院长在这几件事情上，这三个议题上，当然我们是要求要专案报告了哦，这几件事情另外再要求再专案报告哦，那我也想。也尊重大家其他委员的意见，但是我们针对这三件事情，哦，核二厂恢复，要未来要恢复，要到教文会专案报告这件事情，包括整个能源用电到夏天会不会缺电的问题，包括整个物价民生物价飞涨的状况，还有另外一个是花莲赈灾后续面对天灾的状况，后续的整个政府的运作的状况，不只针对花莲后续的处理，对于现在极端气候也好，天灾的状况，我们认为这三件事情都有必要请赖院长来做专案报告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国民党的要求。我也非常清楚知道说二月底最晚最后一天也要开议，这个是我非常清楚的哦。但是我觉得这三件事情我们有必要要做要求。那另外在上一次的协商当中哦，当然开议日国民党团是没有太大的意见，但是对于内容的部分我刚才已经提了。第二件事情是五二一次会，事实上是惯例，但是按照议事规则来说的话，其实这是需要党团所有各党团同意，是方便大家。哦，那当然这个可以尊重，这个可以看各党团其他的意见。但是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每一次在开会的期间哦，特别是有一些委员，他甚至是排这个总质询的时间排到六点多、七点多都还在质询，但是按照议事规则。开会的时间在院会开会的时间，除非有重大法案，但是我认为总质询的时间是排得非常清楚的，所以我这边是不是可以拜托院长跟秘书处这边，这一次在总质询的期间，我们就按照议事规则来走，排定的质询时间就是早上九点到晚上六点，这是按白纸黑字在议事规则。我觉得不要因为某一些委员大家放弃了自己质询的时间，但是又压缩到其他的人，变成他最晚，他变成是前一天的最后质询，这个对某一些人来说不公平，对媒体再去处理新闻的部分到七点多还没结稿也有压力，对议事人员来说，我觉得我们常常在加班的状况也不好哦。我可以尊重，就是后续院会的时间，如果有法案，大家在讨论法案啊，要什么要这个二轮的讨论啊，大家三分钟的发言，这个我们后续再来讨论。但是总质询，我觉得院长来到院会总质询的期间，我觉得还是按照议事规则，我们尽量九点到晚上六点，可以有一点点误差时间。这是秘书处的安排的代际嘛，这跟其他没有关，跟政党没有关系。所以你这边排的是不是可以按照这个方向来走？如果是按照这样的规，按照议事规则的方式的话，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那我们也希望。开议一刚开始第一天就我们把这些事情都谈定，我觉得也让议事人员让媒体大概知道说，哎，反正这个质询就很固定，就九点到六点，有一点误差时间，卖个七点半过来摆，这就没有意思了，好不好？院长，这是以上国民党团的意见。好，来，那个哦，来李委员，这个照着议事规则走，我们亲民党是没有意见的哦。那不过有几件事情，我们也希望，包括像院长各位朝野政党哦，必须大家共同一起来努力来帮忙。这一次花莲受灾哦，大概有一百多户，将近五百多个家庭哦，他们现在没有居住的地方。那
九二一的时候，那时候很多的临时住宅，哦，让这些可以暂时受灾户可以暂时可以居住的。那你现在要用租屋的方式的话，其实他们现在也没有房子可以住，也没有房子可以租。包括当初在台南受灾的时候，那些受灾户要去租屋也没地方可以住。所以政府有这么多的，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善心人士捐助了这么多的钱，那如何来的话，应用的话，其实当然就是说异地重建各方面的，这是一个后续的，这是一个长期的方法。那在短期的时候，我也跟院长报告，也跟各位党编报告，我们应该是要来呼吁，哦，特别是在赖奎这边、行政院这边，应该尽快的让这个500多个人赶快，哦，赶快有居住的地方。哦，特别我记得我们当初在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我们建构了多少的这个所谓的临时住宅。好，我想这个都是首先要赶快的，而且到现在已经事隔这么多久了，哈，事隔这么久了。好，那至于其他的优先法案，包括我也必须要呼吁的，就是说卫生纸哦，涨价不是单纯卫生纸涨价而已。如果大家记忆还犹新的话，其实以前记得石油危机的时候，那时候卫生纸一飙涨的时候，所有的民生物品跟着全部都一起上来。那这个会等到所有的民生物品全部上来的时候，政府在出手的时候已经太晚了。那时候如何来控制物价的稳定，应该这个时候就要赶快出手了。好，我跟院长报告，这个是很严肃的议题。哦，现在不要只单纯看到卫生纸而已。它所影响的层面是全面性的，民生物品会一起的飙涨，啊，到时候要再来收的时候就为时已晚，所以这个时候就赶快要请院长这边也各位党团这边赶快，现在的政府赶快要有作为下去。好，哦，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亲民党在这个地方也特别照着议事规则走，照着我们的议程走，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大家能够顺利的把这个议程好好的结束，不要再有临时会了，拜托哎，哦，麦克有临时会啊，啊，柯总是吧？哦，拜托拜托。哦，这个我们已经把临时会哦开的实在是太常态化了。哦，预约过分了，好，你拢柯总招。哦，大概是这几个方向了，啊，其他亲民党没有特别意见。不过我再次的呼吁，花莲的受灾户赶快让他们有好居住的地方。第二个，卫生纸的飙涨不是只有单纯卫生纸，所有的民生物价赶快去做控管。哦，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民生的问题。好，哦，谢谢。其实明天开议，各党团都会有代表来询问院长嘛，明天早上整天都有我们的问题，明天都可以请院长来回应嘛，哦，看他怎么要面对这一些问题嘛。所以明天的开议，如果能够顺利让他能够回应我们的问题，这个才是我们人民想要知道的事情嘛。好，来，那个时代力量这边呢，来。谢谢院长。好，那个我想1月30号我们虽然没有代表来，可是后来我们也有就是补签哈，表示说我们对于整个这个开议的这个程序跟日期，其实我们都支持。好，那这个立场今天也没有改变。好，所以明天开议开始施政报告跟总质询，我们是支持的哈。那另外就是关于比如说有其他党团如果觉得比如说核二重启的问题，其实这我们很关心。好，那还有这个花莲这个地震后续的处理，那我是建议说，如果这个议题也蛮重要的，那把它纳进到院长的施政报告，因为我们上次也有再补一些上来嘛。如果可以让这个施政，这个开议的程序更顺利的话，我觉得是不是执政党团或行政部门真可以考量了，表示说啊，我也是有去做强调。当然，我们总质询。明天如果真的顺利的话，也会有政党代表，大家也可以来问这议题。那不过院长如果主动补一些书面的资料，也会让大家觉得说院长也很重视立法院这边的意见。好，那我想我们的立场大概是这样，就觉得说
其实这个会期哈，我们开议已经是很晚的了，剩下没几个月。没有，就剩下明天而已。对啦，我是说就整个会期而言，已经也去掉一个月了，所以可是有一些案子，我想其实各党团都有共识啊，矿业法或空屋法，好，大家都有共识，所以我想赶快进入到委员会的审查，好，让他去完成。我想我们是支持的。谢谢，好来。有关于刚才各党委员的所发言哈，让我回到一个逻辑嘛。刚才研究公三个代志，能源的问题以及物价问题、化学地震，差不多都围绕这个几个问题上面。那希望就是说，能够院长能够来做专案报告。国民党是这样提案的。那不管怎么样，总是要让他开议吧。所以今等你先签这，唔知黄浩斌啊。有，啊不就空归要付，啊到这时都可以开有哈，啊无反对哈，这样就好，这样都应都开哈，啊，未来明仔载无开，安尼啦哈，啊明仔开议，也不行了啦，王总，要开议的，林前院长来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我有辐射视频，就是你当廖国栋当总召的时候，就是说开议的时候，为了这个事情不让院长上台的问题，那国民提出要求。所以呢，要求林前院长在总咨询的施政报告里面要提出这个问题的说明。后来朝有协商哈，连王院长都在协商。好，那时候就是后来我跑去跟王院长讲，跟他讲好。就刚才秀明也点到这个问题了，这三个问题哈，我相信哈，院长然后行政部门明仔一定知影这三个问题一定会问嘛，物价、能源嘛哈，和在运转的问题嘛，啊，整个能源问题，啊，那另外有地震的问题，一定会问。所以咱就是直接要求行政院，因为也施政报告早上来啊，施政报告早上来，无这個问题发生嘛。所以连小组啊开头就讲的讲，那这段时间有啊，因咧看有这代志嘛。所以是不是咱规我们主动要在这个地方要求行政院，明天对这三个问题。做一个补充书面报告，安尼，安尼好不？啊，叫他引来啊。不足，不足，大家问的不满意，或者后续行政院回应的不满意，后续要怎么处理？我们这样子，你说对啊，你在总咨询对了，好不好？你三个专案报告没通了，好，安尼好不？院长，好了，这可以一起的啦，对不对，总召？杨建宇哦，我相信赖清德赖院长也知道，大家都很关心，不分朝野，即使包括我们自己执政党委员也很关心这三个议题，所以我相信赖院长一定有所准备。那当然，刚刚我们柯总召所说的，要求行政院能够呢主动的来补充这三个议题大家所关心的一些书面报告，而且尽速送到我们委员个人的手上。那我想，这个让明天能够顺利开议，啊，像头拄仔恁讲的吼，啊，那问无够的，还是个补充无够的吼，咱再个另外个来悄悄安排时间啊，安尼好不？好啦，我想我吼，因为有三个提案，我就把它做一些整理啦。我现在请他 copy 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在他的施政总报告要把这三项。列入总报告的报告内容，而且要提出书面的这三项的书面，对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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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书面，补充书面，我等下摕给大家看啦，好唔好？恁看者，恁看者啊，大家看一下，来给我一张啊，我念一个啦，啊恁听看卖啦啊，决定事项一，各党团同意定于2月27日星期二举行第九届第五会期第一次会议，开日并为单日一次会，因为我们是礼拜二，所以是明天是一次会啊。自3月2日星期五起，每周五及次周二视为一次院会啊。国事论坛及临时提案依往例处理。周五上午9时至10时为国事论坛时间，周二下午5时至6时处理临时提案，执行时间周二下午1时50分至20时30分处理临时提案啊，这是一二。2月27日星期二，邀请行政院院长率同各部会首长列席
进行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括弧有关针对核二厂二号机重启之能源政策，然后因应花莲赈灾防救灾机制及国土安全的一个规划，还有稳定物价机制问题病例报告啊、哦，这个是国民党提出的三个重点嘛啊、哦，这个案子，然后并答复质询报告后，随即进行政党质询，当日啊，质询人数由民进党党团推派四人，国民党党团推派两人，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各推派一人进行质询的顺序。一时代力量党团、国民党党团、民进党党团、亲民党党团之顺序轮流交叉方式进行，有关质询期间之顺序及人数啊，均依例授权议事处办理。然后三啊，本会起程序委员会依政党比率，由民进党党团推派11人，国民党党团推派6人，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各推派一人代表组成名单，请于3月8日啊中午12时前送至议事处会诊。上述名单送交议事处后，即不予更换。我们就多加三个书面的报告在里面了。报告后面哦，嘿，来。在那个第二段的施政报告方针及施政报告哈，嘿。第二段哦，这个要加一个函呐、啊，函呐、啊，还有哈、哦，因为伊这都是包括书面报告内底一定爱有这物件。好，施政报告函，函，函有关针对核二厂函 ，OK， 函、哦，就是要有三个书面报告出来了，列意思就是安尼嘛。函嘛。好，哦、好，柯浩来。好，谢院长，那有关总执行的时间呢、啊？有关总时检的时间，对，希望能够六点呐、啊，六点，六点，这个因为哦，不必啦，六点啦、啊，这个我们你就信任，但是有时候哦，有时候，哎、给卖无啦，一条话讲，比如讲咨询30分，好、哦、啊，人家委员他愿意讲，说我要讲完我的时间，好、哦，那这6:10、6:15，那 OK 了，就是在6点那是最后一个了，啊，那个好了，好、哦 OK ，这个你信任啦，这个我们排啦，这个不要写在这里，我们绝对会照这样子的，等一下，啊，你这 OK 了，小戴先生，意思讲一下过去关系怎么样啊？好来。跟委员报告哈，在质询期间哈，因为他的法规规定是先政党质询，然后再个人质询。那政党质询就是按照各党团一半的人数，那我们过去的惯例哈，就是大概都是在6点多会结束，那这样的话，整个政党质询跟个人质询都是在10天之内会完成。那委员所关心说，尽量在6点之前结束的话，它有时候会变成你质询的天数哈，总天数，政党质询加个人会变成差不多到11天、12天，也就是会到4月初吧。那如果说我们维持在像刚院长讲的，就是说你6点做一个基准点，那6点如果人家刚开始多个15分钟或什么，或是说之前就结束了，可以这样当然会一样是停留在3月底4月初整个结束，不就是这样子嘛？就是以六点等一下，我是先问一下，最后一并回答好不好？那过去我们常看到有到7、8点是什么状况？没有啦，很少啦。已经有那时候，你讲讲我们讲乱讲，现在没有。你讲起来，你回答的好，你什么？因为不是啊，你我当主席，我当然知道。来，我们怎么会有到7、8点？这个是因为哈，就是说我们在排政党质询的时候哈，后来因为各党团他有同意的时候是微调，那因为个人质询又排在后面，所以那一天哈，在政党质询的最后一天哈，他要把剩下的那一些人，比方说多一个或两个，他自然就会变成多。30分钟到一个小时，这个时候会就像柯总召所讲的，从6点会变成到7点的那个时候，所以大家印象会有这种感觉，但是那个要看你排的那个顺序，这样子。不啦，我讲啦，我讲、欸。我知影啦，听我讲啦，我们就是到6点作为基准点的、哦、那如果最后一天剩下一个两个，哈、哦，讲啊到7点就结束，最后一次啦。那当然就你不可能再有一天来
来一多一个小时嘛，啊，所以恁都有一个印象，讲刚才有到七点，其实拢是最后一天啦，嘿啦，还有就是说，过去在朝野对立比较激烈的时候，因为质询的时候也有报告事项，结果报告事项在表决，那表决的时间当然就会继续延宕下去。哦，对了啦，你这么排定时间嘛，啊，你在前面报告，我们是这样子的，我跟各党团报告，我们的质询时间都会提前通知各位。那如果质询提早结束，我们也有五点就休息了，就散会了。晓啦，啊，你都晓啦，晓啦。啊，你袂当讲讲，对啦。我们会这样子的，跟各党团报，我们会在前一次的会议就会把下一次的会议。很啦，我讲一下好不好？我在这里这么久，大概没不要再睁眼说瞎话嘛。早上七八点也有，怎么没有了？有啦，啊，但就是因为每次都有不同的样态嘛。那你们跟我们弄抗争，你们问抗争，有啦，都拖掉嘛。啊，拖掉一点到七八点，你讲你讲今晚老将要切开，不可能，不可能啦。所以我们讲的是讲排了，我们排了就是要每天拖到六点结束的，很啦，因为从来没有这样的发生过了，对啦，都是拖到的嘛。拖到当然是一排的了，我们大概都是排到六点。但是对排的部分排到六点，一般按照我们现在立法院的委员数，你就算拖总咨询在排这个，我知道。哎，总召立案来讲了，我们的什么叫做拖总咨询？我现在讲的，对，我们现在讲清楚。那个南都啊，刚开始一刚开始坐下来，你说不要生气。我现在按照议事，大家不知道搞什么东西。我现在在按照议事规则在提这整件事。以前在马英九马政府时代，一般排总咨询的天数都是在十天到十一天左右，甚至有十二天。那有特殊状况，马王战争可能有别的天数可能更长。但是我的意思是说，秘书处在排的时候，当天如果说有报告案，因为大家讨论什么时间拖长，那个另当别论。但是秘书处在排的时候，应该是按照一个基准点为主。你能够再给咱报告案，好讨论拖到那没关系，因为已经通知人家了，这个我清楚。但是就是秘书处你在排的时候，应该是按照那一没问题，我们就排到六点啦。对，你不可以说没问题啦，没问题啦，我们排到六点啦。对啦，排到六点哈。但是特别拢七八点，我高雄妈妈还没刷，头先个拖去嘛。对了，那个没有问题。那公共政策怎么会没有这个状况呢？对了啊，所以他国民党不要为了杯葛要让赖院长留，但是民进党不要为了不要自己要放弃监督，然后都不质询，然后提早。不是啦，对啦，特殊状况可以排到七八点，就是授权给议事处排啦。那一般的情况就不要超过六点。安尼啦，实际上不是安尼嘛，阿公阿清楚。我以后大概六点，我这总是要拖阿久。会啦，排队就是爱结束啦。我们的委员数事实上是固定的。对啦，凭良心讲，委员数是固定的，每个人有多少的质询时间也是固定的。按照道理说，每一个人如果在台面上都有质询的话，院长。到总咨询结束到底是哪一天，其实都是非常清楚的。时间是固定没有错，行为样态全部都浮动了。从我搞不懂，能拖掉，就是这样嘛。行为样态通常是掌握在民进党，你哪卖出怪交？大概的叔叔在继续。我们上台啊，等等。好啦，这都小可代志啦。其实我们只是要求依照议事规则。没啦，一定啊。哈，其实都是对的嘛。对啦，没有一个人错，大家都对啦。你的照议事规则，所以心里要讲好话，大家都对啦。照议事规则白了去，啊，有特殊状况是另外层次嘛。拖掉就拖掉，我多。你好啊嘛，你是讲六点嘛？你嘛讲的就是讲你白卖搞白超六点嘛，啊就照排的安尼嘛。啊，那我到情况，你另外怎办？这样子的。嘿嘞，我们在排就是排到六点为止啊，哈，六点了啊，就是六点为基准呐。但是前面有特殊的因素往后延，那个是特例还是？要把它执行结束了，刚刚讲的是安尼啦，啊，好不好？安尼对不对？哦，安尼就对了。别出怪招啊，大家好好记住。柯总召不要出怪招啊，但是院长，你刚才提的那个特殊因素哈，
也要稍微慢，也不要把所有的特殊状况，民进党礼拜二不会了，大概都是礼拜五没有什么特殊因素了。我们奉公守法，啊，连法案都卖出怪交，啊，对国民党来说，朝野拢有啦，将来去控金关哦，关哦，伊关，啊，将来要表决嘛有啦。啊，其实总咨询进。温金茂无测试因素，温金茂维持秩序。好，那如果刚才就是加德吾兄的函，我们就大家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签了哦。好，好来。那等一下，啊，院长，那我刚刚那一条要讲清楚哦，已经透过国会不会了，你就我们就排到六点嘛，我对，排到六点，但当天如果早上有什么特殊因素，那对对对，那我们还是那一天咨询完嘛，对对对对对，我会维持秩序的，好不好？好好，你卖出怪交啦，这不会有问题的，好，不会有问题的，这样子谈话会我们就不必开了啦，哈，这样好啦，免开啊啦。好，总长、柯总长，那你们民进党尽量要什么重大法案？每天都在变。那我们明天早上啊，他扎来公共、啊，那不要老是搞临时会啦。那得这样子啊，我明天早上啊，我们一开议，我们可能要为花莲我们罹难的同胞，我们要默哀一分钟，我们要跟大家先讲一下了啊。好，再讲啊，议长，我报告一下哈。因为哦，你来做院长了后啊，哦，可以说每一次的，不管只要定期会哈，乌咖啡溜拢临时会搞一堆啦。我讲哦，上个会期等于是都没有休会，做开到一月三十，一月三十号，照理讲十二月底就结束了，哦，啊，结果开到一月三十，所以讲，不是啦，这不是翁叔的问题，我们要把事情说清楚、讲明白啊，哦。啊！你袂使，大家会期拢一摆冲两个临时会，三个临时会，各政党无迄个代志啦。你吼，绝对爱互遮委员休困的时间。那有讲迄个你想要安怎，永远都这样。我感觉先把事情说清楚、讲明白。这个会期你要到哪时候？无啦，今天在开议啊，你啊。迄个要公听到会，这就直播到会啦。迄个，如果我们的法案审议顺利啦，哦。就会提早结束啦，但是如果法案在委员会啦、在院会啦不顺利，那大家要把法案通过，那就会召开临时会嘛，就会延会嘛。那立法院哦，我们的会期是二月到五月底，五月底有史以来没有五月底就结束的啦，从有立法院到现在。没有五月底就结束了，我也当过两届的立委，没有啦，大概都延会到六月底啦。我们讲真的啦，大概都延会到六月啦。好，我们讲真的啦，没有在五月底就结束了。我讲，我清清楚楚，我只五届啊，我唔知呀。归我归到五月底，拢是开到五月中、六月中旬。六月中啦，所以都大概都延会六到六月啦，我知呀啦。我讲清楚。好啦，我知道我以前也带过两届的立委，那。那对啦，然后九月到十二月，大概都是到一月中啦，南龙桥安内啦，都这样子啦。来，我讲一下啦。好了，这个立法院是在民国三十六年开始的，和现在环境会完全不一样。所以那时候规定的会期和现在就完全我们不看。所以在这么二十几年来哈，从华立法院没有准时在五月三十号结束了，也没有十二月三十号结束了，哦，但是有。有状况是选举有提前的啊，选举的时候有提前，但是呢，是以，不是，没临时会牢固哈，各党执政哈都有临时会啦，因为法案实在太多，环境太复杂了，所以是看状况。啊，今嘛哦，优先法案那先来共决哈，哦，我们会通过嘛，大家有共识一点嘛，那不要嘛，凡事我赞成柯总召还有那个。德吾兄讲的，就是讲院长，我拍谁了？下这个会期政治性，我来讲一下啦吼。咱今嘛其实讲到的是一个核心问题哦。立法院开会哦，临时会的定义哦是定得很严肃的，这是国家发生重大事情或有特殊非常重大的这个才会进行召开临时会。那可是从刚刚各位的说法，其实大家都很清楚，现在的会期究竟够不够，既定的够不够？如果真的是不够的话，
是不是大家应该重新要把真的立法院在开会的会期重新再来修修安尼啊修宪？现在修宪唔当个讲了啊！阿婆哦，啊那会使再改去啦，我讲你哦啊。我来正常 M 半个月。那今天开始了了，那唔问题都就问对了，好不好？我们就好好开会好不好？好，那都签好了吧？签好了。好。那我们今天的协商顺利啊，我们的谈话会就不召开了啊，谈话就取消啊。就是哈，那上最你就从延会延半个月。哎啦，我会请，我会请各党团啊，提出一些法案，大家共同讨论，看能不能啊有一些啊提早结束啦啊，安尼好不？好好，好，好，尤其是今年个选举年哦，大家都希望赶紧结束啦啊，好。新年恭喜！哎，招税走啦！Thank you.